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英国有一位历史人物很可能有冤屈，他是莎士比亚笔下个性阴险的驼背跛子，也是文献记录里面令人敬佩的政治家和将军。他对敌人宽宏大量，对兄长忠心耿耿，可是英国教科书里面却说他是杀害侄子的冷血凶手。他在英国历史上是坏蛋、邪恶，还有恶名昭彰的同义词，他是理查三世。台湾的莎妹剧团导演王家明这次要在舞台上替他平反，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聊聊莎妹新作品《理查三世》。家明你好。喂，你好。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么大一串，其实是要让大家进入这个作品，叫做《理查三世》。这个人其实还蛮坎坷的。不过我知道家明开始做这个剧，好像跟停车场的一个案子有关，是吗？哦，对啊，因为这个《理查三世》，我忽然觉得好像是我们来到了那个《理查三世》非常关键的剧场时刻。是。然后讲这个时候我们要大揭秘这样。对，然后讲的非常非常的灵异。理查三世的被发现的其实是在一个停车场上面。是的，你说到底是怎么了呢？当初有一位理查三世学会，其实理查三世学会就是专门帮理查三世平反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算是俱乐部吧。是。然后它里面有个剧作家，他经过了莱斯特的教会的一个停车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这里好像觉得阴森冷冷的，他有所感应这样。然后他看到那个停车格上面写个 R，他就觉得说，Richard 嘛，他觉得那个尸骨就在下面，所以他就请了莱斯特大学的考古学者，他们就帮忙开挖。对，然后就。就真的找到了一具骨骸。对，好像是在2012年的时候。是，然后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各种科学的验证。对，去年底的时候，99.999%之类确定他是理查三世的骸骨。对，包括有一点点脊椎侧弯，包括他的头的一些伤痕，其实都是有的。对，这个其实也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对，所以家明就去年在北艺大做了这个作品，叫《理查三世》。对，那时候的。剧名比较可爱一点，因为跟学生合作嘛，叫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车场啊。对，所以剧名你真的要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對哦，原来是这样。對其实讲半天，我们还是先请家明认真一点跟我们说。刚刚也很认真啦，就是理查三世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怎样被记载的人呢？其实理查三世他那时候是发生了大概30年的那种红白玫瑰战争，就是其实也是他们家族内的两个派系的一个斗争，然后要争夺英国的王位。对，没错。然后理查三世其实是最后红白玫瑰战争的最后一个君王，也是英国整个历史上最后一个死在战场上的国王。那干掉他的就是刚刚看到的亨利七世，是，那建立了后来的所谓都铎王朝。 对，那其实理查三世因为后来这整个都铎王朝建立之后，那理查三世是最后一个嘛，就觉得好像终于把最后一个恶魔给干掉了。对，所以我们都铎王朝开始了我们一个非常和平一个盛世的年代。所以他就被塑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性格。好，在都铎王朝所记录的这个理查三世里面是说，他为了要篡谋王位，他把他的哥哥，他哥哥其实是他的前一任国王，对，把他哥哥的小孩爱德华四世是杀了这两个小男孩，对，然后并且宣称说他哥哥的婚姻是无效的，对，无效的，所以就直接说，所以这两个小男孩其实没有具有正当的继承权等等，做了很多做尽坏事就对了。是。但是近代其实在慢慢替他翻案。对对，其实包括挖了他的骨骸之后，发现他没有这么的像大家眼中的一种残疾，这么的驼背，这么的那种猥琐的一个身形。那其实就是被莎士比亚给塑造出来。那另外一个其实就像刚刚你讲的内容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婚姻无效，然后把他两个小孩杀害，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矛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婚姻无效的话，他两个小孩子没有继承权的时候，其实就不用杀他。有必要吗？对，没必要。既然无效，他干嘛杀他？就把他囚禁在塔里面，就放着就好了。就是给，干嘛还要密谋杀他？没错没错。而且所谓的他那个塔，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高级饭店。
它不是真的就像个监狱或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幽禁他们，对，一个贵族可能就是一个，其实它那个还不错的地方，一个城堡。嗯，对，那所以这也是像《时间的女儿》像这一本，他有时候是他帮他翻案里面的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今天既然宣称他已经是无效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对，而且很有趣的是，在莎士比亚剧本里面说，我杀了，就是理查三世派了一个凶手去杀他嘛，他也是一个有爵位的一个人。说啊，这是我杀。而在实际上的历史里面，这个所谓被理查三世派去的凶手，就是录口供说啊，是我杀那两个侄子，是在亨利七世，就是应该是说是在事发之后20年啊。对，就20年后，谁晓得啊？他说，而且他是在。就是被处死刑之前说的，也就是说感觉很像是要处死刑，那你要不要说这个也是你干的，说20年就说也是你吧，对，就一起说都是你吧，然后就是说哦是我是我，很有趣啊。而且亨利七世那时候即位的时候，当然也会说前朝很的理查三世一些坏话，说他是什么样，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记载里面并没有说出他杀了那两个小孩子，这么容易把他可以理查三世塑造成一个坏人的一个罪证，他居然没有说，是当时反而是在20年后，透过一个快要死的一个，他们觉得是一个犯人的口中说出来这件事，所谓的事实，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太多太多奇怪的诡异的，到底是不是他杀的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玩，所以其实对整部。整个过程像推一个，很像就很像推理小说。对对对，刚刚其实王家明手上拿这本。推理小说叫做《时间的女儿》，对，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很有经典地位的推理小说，但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考证。对，但它开场其实还蛮有趣，它就一个警探生病了，对，然后躺在床上没事做，然后就只好开始看一堆历史资料，然后就看着看着，然后他先看到一个画像，对，他看到画像觉得这个人还哦，就是不像坏人啊，然后后来就开始发啊，他居然是理查三世，怎么跟自己的印象中不一样？对，然后开始。回顾很多例子，发现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子坏，然后就开始帮他翻案。对我来讲，其实莎士比亚虽然我们都说莎士比亚好像把他塑造一个坏人，可他里面一直有埋一个，对我来讲有埋一个伏笔，就是他不得不表演大家眼中的坏蛋，因为大家都这样子看待我，大家就用一种舆论在这样面对我。那好啊，那大家觉得我是坏，那我就演一个坏蛋给你们看。这个真的是在英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经典哦，很多的大明星也演过这个剧本，演过这个角色，对对对，包括凯文史贝西，对，您刚刚都看了，对 ，Cumberbatch 哈，还有，那看过那个影像都会知道，对对对对对，英文名字很难念，有时候我也，好，就是新福尔摩斯的，对，福尔摩斯跟华生，他们俩都其实都演过那个舞台剧，就是也不是演过，就是最近好像才刚演之类的，对，华生最近才刚，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才刚，就是有电视剧的，有什么反正都有，所以跟我们提一下。所以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作品呢？这很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做法是让理查三世是一个说书人，有点像说书人，一开始就跟观众讲说，啊，现在是一个爱德华四，是一个非常一个盛世和平的一个时代，然后但是你看我长这个样子，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不得已我只好演一个大家眼中的坏蛋。然后他长这样子，又没有女生会喜欢他，又没办法谈恋爱，所以我只好唯一能做就是，唯一能让他有成就感，就去夺取王位。是。然后他先跟观众建立了这样，他跟观众讲：好，我现在要做一个第一个坏事是来，他的哥哥就进来了啊，哥哥啊，哥哥、啊。然后再来是下一个是，哎，我的好朋友来了，他的好朋友来了啊。再下来我要做的坏事是，我要去跟安公主求亲了，因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所以他一直是跟观众之间的一个桥梁，让观众认同或是。介绍观众一个角色一个个出场，是我要怎么样对这角色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故事的方式。而且对我来讲，其实莎士比亚虽然我们都说莎士比亚好像把他塑造一个坏人，可他里面一直有埋一个，对我来讲有埋一个伏笔，就是他不得不表演大家眼中的坏蛋，因为大家都这样子看待我，大家就用一种舆论在这样面对我。那好啊，那大家觉得我是坏蛋，那我就演一个坏蛋给你们看。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表演的关系，他演这坏蛋，他面对舆论，他去做这个事情，他成功的是整个过程，他真的做到王位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双重的关系，他不是直接演我是坏人，而是跟观众讲，所以有点勾起大家也是，哎，对呀、啊，如果在这片子看他怎么样子去
真的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样真的透过这表演去真的完成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还蛮嗨的事情。只是这个说书人后来被干掉了，就换另外一个说书人进来了，现在换我说书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还蛮好玩、蛮有趣的一个叙述的策略，它有一些弹性的空间，对，让他不直接是坏人，而是他面对别人看我是坏人，好，我去演坏人。其实嘉明的诠释还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次的理查三世里面，你有你的表演诠释这个剧本的方式。虽然其实这个剧本在英国演过无数次，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大明星演，嘉明的诠释方式是什么？就像我刚刚提到表演这件事情，因为在布雷希特的理论里面，他觉得社会关系的最小单位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有两个人就有观众跟表演者，那可能你是表演者，你也是观众，所以在这个关系之下，在这被观看的关系之下，我们很当然，我们就会以心理学来讲，我们就大家就很喜欢，一定会希望我们在别人的眼中是聪明的、可爱的、想被人喜爱的，希望是一个有道德正义感的人。对，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在有一种不自觉的表演关系。所以在剧场里面，我们都会认为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表演是人的第一天性，你不是后天学来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有面对表演，或我们想象在别人面前是一个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天性，它不是后天学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关系，这东西其实你延伸来看，它就会跟很多的包括权力关系，很多我们所谓的政治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包括简单我们在漫画里面或是在卡通里面都会有所谓的黑恶魔白天使，他都会说赶快去把他干掉，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要把他干掉。那我们自己跟自己都会是一个甚至是双人关系，甚至是多人关系。所以当我们这个当所以也就是说，当我讲话，当我讲说 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认同一个人，认同一个不管是国家，认同一个什么，我们说出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这个封闭的我说出来的吗？还是我在一个师生关系之下被教育之后，或者政府给老师教材，老师教我们，然后我们透过这个东西变成我以为我自己的感觉跟价值观，我说出来的这么封闭，就是我的东西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嘉明在这个剧里面怎么去呈现他。战神抚平眉头紧蹙的深沟，不再跨上战马勇猛冲锋。现在，战神改溜入贵妇辣妹的香闺中，提枪上阵，将头深埋入深沟，拥抱、接吻、脱衣抚摸，在床上继续冲锋。这是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在2015年 TIFA 推出的作品《理查三世》。导演王嘉明诠释的理查三世没有真实的演员，仅仅透过偶的物件呈现跟世界之间的冷漠关系。就是在台词上面，他所有的台词都会押韵，然后因为我觉得中文的韵或者他的声音基本上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把莎士比亚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语言，因为其实像传统戏曲都是的所有那些词其实都是有他的韵律在的。王嘉明把剧场打造成类似议会的圆形空间，使用即时影像以及人偶同台的交错变换，让演员用双簧方式演出，重新挑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历史解剖剧场的概念，提供观众重新思考的角度。就是演员他前面是肉身，然后另外演员在后面是帮他配声音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就可以说是就好像我们平常觉得我们所认同的，不管是国家或是我们的一些身份，我们说出的这些声音或是这些价值观，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吗？还是有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在那边看着我们，帮我们配声音，让我们觉得我们讲出来这所有的，不管是情感啊、情绪啊，或是觉得我们真实的感受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这些糊弄小孩的乡民逻辑跟污蔑抹黑的事情，就是我被抓进监狱的原因。你不用觉得讶异，抹黑是政治长久以来的传统技艺，挑拨是兄弟戏墙前的标准程序。上面剧团透过理查三世重新诠释400年前的莎翁作品，要唤醒观众的历史意识。
江明，这个其实是试妆台，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排练的过程，像那些都是平台啊，那些都是借来的。对。然后所以演员其实都还在拿着本，就是在试着练，我们就在试着是练习在那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嗯，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后面有一个人讲台词，对，前面有三个人在操着一个不存在的理查三世，有一个人拿帽子、拿西装等等的。对，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说，其实，在剧场里面，操偶是一个常，出现的一个手法手段。那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很有趣，它是可以建立，可以 work。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这样剧场一个想象关系，跟一个认同一个物件的这个关系，而相信这个人这个东西是成立的。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就好像我们对一个政治的说法，对一个甚至平常一个说故事，说是一个道德说法，或是对一个某宗教团体的说法，或是对一个批评某宗教团体的所谓专业人士的说法的这种相信、这种认同、这种想象，跟所谓又混杂着理性，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样态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好坏就常常是一种相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为了贴标签去评价一个人是好人坏人，我们通常其实在把所有复杂的事情去简化。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演出的方式里面，其实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吗？对，其实演员就是你一个台词要四个人，像刚刚是看到四个人要同时对他的节奏、他的停顿，所以他全部都要设计好，全部都是，而不是说即兴你今天有感觉可以直接演，而是要设计好你所有人的顿点、所有停、所有转头动手都是要非常的精准。其实所谓的精准是说，比如说他头要转到了哪里，那句话才出来，对，他肢体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跟对手的那个互动关系。其实应该是说所有东西就是要设计，就是讲话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手是很激动的，甚至有些喘气声，他的身体就要这样动一下，对。可是今天如果是同一个人就可以随机性，对，今天不行，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要设计好，而且为什么，变成我们都要探讨说为什么这边要停下，要还是不要，都是要塞下来。可是问题是对我来讲，因为我跟很多的传统戏曲的总会合，这些所有东西本来就是要定的，就是你的，不然你锣鼓点怎么打，它都是得要精准的，对，都要精准的，非常精准。对，你袖子甩到哪里，停了几拍，然后怎么样？不然我今天所有的文武场没有办法配合。对，对啊，不是那么随便即兴，好像很有感觉就做。对来讲，设计是很重要。对，好，就是其实江明之前也跟布袋戏友团合作。对，之前有跟昆曲，然后去年跟布袋戏，对，传统戏曲合作，传统戏曲这些合作。所以听说你这次的演出的。台词是要押韵的吗？对，你真的给自己找很大很大的麻烦，它的难度应该很高。对，难度很高，对演员难度很高，因为演员如果忘词，他没有办法随便去想个词用，因为要没押到韵。对对 对他讲到台词就会被发现韵不对。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其实对我来讲，因为传统戏给我非常大的养分，因为他们的台词其实不是这么的所谓的写实，他们台词因为所有的文字到了剧场之后都会变成声音，而实际上你看剧场史的那些剧本，从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剧本，不管是东方西方那场，他们的多么重视台词的声音跟韵律，不管是以西方的、以东方的来讲，所以对我来讲押韵这个事情是，就是怎么样以一种找到一种声音的一种旋律性跟一种让大家同时意识到文字的声音的美感，然后同时又能够看到故事，而不是只是纯粹什么只有什么内心的意义，只有那个文字的意义，而是声音的这个所谓优美的这个声音性，怎么样让它把它提炼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试过嘛，让台词押韵的时候，大家其实更能意会到跟感受到文字的这件事情。嘉明在准备这个押韵这个字的工作方法上应该很特别，对不对？对，比如说我在之前跟北艺大合作的时候，我就请学生做了一个，我在更早之前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字典后面的注音符号就很多嘛，啵啵啵啵那些，对，全部剪开来，重新以韵的方式重新编排。比如说你要找一韵，对，比如说你 B。或是 P 或是 Mi 或是 D、T， 你要找 B， 你要找那些字的时候，你要找 B， 然后翻到 P， 要翻到 D。对对对对对。可是我把所有的其实要找韵脚，以韵脚为主。对对对，因为你的
你的字典是 以声为主，对对 对，不是母音为主，所以我得重新把它剪开来，全部把一的都放一 ，b 啊 p 啊，那个全部放一，这样子反正一整页都是一，我就会比较好找字。所以这种字典是只有王家明有，对，只有我有。而且其实很有趣，你找这些字，你本来想象我要因为我这个尾巴，我想要找这个类似方法，就有时候你看到忽然看到一个字，对，你把前面所有台词都改。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很漂亮，是，然后这个字所联想的东西意象不太一样，所以我会把前面词都改，而且有时候会为了一个韵，把前面原来本来我都押一韵，就全部改成押欧韵或押 A 韵，就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就像有时候我这个是折磨演员也折磨导演，对对，像比如说有一段 A4 台词会写到将近八小时，就一个字一个字啊，对啊，那个真的是。其实好玩啦，对我来讲是有趣，也不是说累或者怎么样，而是觉得那个声音东西就是你在里面玩，一开始玩就停不了。你自己就是整个做完了这出戏之后，你觉得理查三世是坏人还是好人，还是他其实是定位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所谓我们人是一个在一个关系之下的人，他就不是一个封闭型的时候，对我来讲你要去贴标签这些就是非常难，也就是说好坏就常常是一种相对的。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为了贴标签去评价一个人是好人坏人，我们反而因为做了这件表演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说这个是坏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表演一个我是好人，我是好人，而且我非常聪明，看出他的诡计，知道他是坏人，所以我又聪明，然后我又说他坏人的时候我又有一种道德感，所以我们在表演这件事情，但我们其实实际上在贴这些标签的事情，我们通常其实是在把所有复杂的事情去简化，我们真的没有在面对事情，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没有在面对人这件事情，因为人在如果在你真的看人在关系之下，关系就是比如说他在我们人前，所以人后，所以他在家人面前，在情人面前，在太太面前，在小孩面前，其实他有很多的不同面貌，当我们看到他有不同面貌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说一个人他是好人坏人，而反而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去想要去理解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平常就是个坏人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说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反而是我们其实用了这么多的表演的手段，这么多的好人坏人的台词，用了这么多贴标签的台词，以让自己没有去认识人跟事物，甚至是最亲近的旁边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反而蒙蔽自己的这个手法，我觉得是一个很政治性的事情。好，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嘉明你们的这个预告片、哦、对，这个理查三世预告片到最后其实撕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马英九，一个是陈水扁、当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也可以20年、30年之后再回来看这两个人的所谓历史定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其实光是从现在往回头去看这两位总统的人生之崎岖之戏剧性、也算是一个可以好好探讨的事情，是、对是对，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戏剧去看理查三世，对对，要演了对不对？是的，今年的卡斯很强，对对对，几乎是卡斯非常强，像谢盈萱啊、周恒颖啊、发梅若颖啊、维尼，反正大概就是这一辈里都是大概就都会在场上看到、好好，我们也可以是一个贺岁片。对啊，好，我们也可以看看理查三世，然后最后也稍微想一想嘉明刚刚说的，然后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台湾的政治现实是什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位总统历史定位又是什么。对，非常谢谢王嘉明，谢谢。